这是直播，不是录制的视频，没有言辞啊。刚才的一个法爆和刚才的一个鬼魂绝对封神，不过现在没有办法了，低连是忍不了的技能，这只宝宝要不然就全红善恶啊，要不然就低连。老王在线教科书式打书，把技能善恶轻松全红。2008把技能善恶从此打书啊，兄弟们，他下午马上要开会了，然后要给这个宝宝打了，咱们给他加一下速好吧啊，加速。一说加速怎么又给你打完书，你是老板的话别骂员工，你是员工的话别跟老板吵吵啊，不要因为我打书影响到了你现实里的情绪。八技能的善恶先不考虑名词和续航，就是全力啊，开局带第一本书必须高强，干的就得是连击的位置啊，等会儿完事就干夜战。怪不得你这么信王哥，你信王哥你也把王哥打成了宝宝加个锁呀。下本书啊，再上夜战，他原来的排斥代码啊编写的不完整，产生了 bug， 看着真好看呐、啊，真整齐呀、啊。太整齐了，下本书高臂大推啊，快打完了。掉法爆掉鬼魂，马上收工啊。哪个老板想不开找老王打书，还他妈不如闭上眼睛乱拍。你放屁，闭上眼睛乱拍可能打到别的宝宝上，我打到别的宝宝上是要赔钱的啊。哎，小样的鬼魂拜拜，教你们打书你们就去学，每次教学有1/8的机会能猜对，猜对的时候就狂吹，逆风就说运气不好，鬼魂掉了你才有上高神的可能性，鬼低级鬼魂的宝宝狗都不用。没有办法，冲冲冲就完了啊，还是不挡，高臂大推掉法爆。这是直播，不是录制的视频，没有言辞啊。刚才的一个法爆和刚才的一个鬼魂绝对封神，不过现在没有办法了，低连是忍不了的技能，这只宝宝要不然就全红善恶啊，要不然就低连拿去甩卖。来了兄弟们，没办法就得上，就得干，秒钱就行了。这本书就上高逼，就这8本书已经不改了，就掉哪个补哪个。OK 了，好吗？对吧？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，这技术那技术。这回那个高级吸血的打不出来说话了呢？别打高级吸血，出来呀！刚才说什么找老王打宝宝，不如自己瞎拍一顿。确实瞎拍一顿也能打成，我也是瞎拍一顿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打书就是运气，没有其他啊。